快订阅，赶快订阅。加油，要爬坡哦。英哥有台湾景德镇陶瓷最佳代言池的美名，这里有许多特色风格的陶艺精品店，主要集中在陶瓷老街与陶瓷观光街。而尖山埔路是陶瓷发源地，附近保留了当时烧煤必用的方形烟囱。老街两旁有陶瓷餐具专卖店，还有陶艺家工作室陶瓷 DIY 教室，可以亲自体验捏陶的乐趣。周围也有不少小吃美食可以品尝。逛累了，可以到莺歌光点休息，吹吹冷气。不然30几度的高温真的太热了，吃不消。而且狗狗在宠物推车内也可以进去哦，可惜中大型的狗狗不能进入。里面有很多陶瓷玻璃产品的柜位可以逛逛，也有免费厕所可以使用，进入到里面真的凉爽许多。还有很多古早味的零食和玩具，看起来好复古哦。喜欢逛莺歌老街，
因为假日人潮不会太多，逛起来蛮悠闲的，可以用物美价廉的价格买到不错的餐具，只是石板路面不好推妹妹的推车就是了。不要，要不要？